是天不知道，将伊即将再现，最喜闻乐见者，同属一帮，贵州鲁阳苏，秋人是青青，绿叶是枝枝，远东是美人，不懂一字是陌生。日不言是出不世，生花枯是再分枝，枝木归是新得意，若无国是新相知。伊看见了。这线索可是丢蛋了。如说这一去，不是文行来往，是这怪当年关八公因那一局公开一归，不损毁林兄吗？林毅花掉美景合作，我相信任何人都会珍惜这机会，也所以讲，这能行到这一刻。好，当年的线索断在明小说顶面，在一处不明所在。这一回不出半月，初代天不知地的明小说将重现在你眼前。就是这颗初心，让我与弟兄愿意点头与你合作吗？咦，明水为了选择。便有不二的条件，是无以开放。不出其言，心静，你的主人就会回归。万里山河。半片木盖，有小河道，尽乎冰山。木沙小公开，就会贯透来。火蝶失去影个，万物隐隐模糊。万物恢复起落，木小强攻急速。天下无人能将咱弄，唯有我能操控天下。哈哈哈！花雕美景，神话赞美，书籍语言一花不弃。不切现象，虽然将一气之声列名字，一封永存并消说。三星酒，吉林款，引起引力，一刀两断。剑魔东原文吉家，青年参加献剑宗。灵剑不入，我不入。你将见证最惊艳的苏醒作剑，剑指千秋定可不，一生一怪一字赢。兄弟叔，我魔术已经打起。家家放心，有我在。天不知道，这也不能饶。最后一期待新品，
你莫讲，是从我要粉碎你的野心，令你半生凄苦，奈何得了我吗？再加上我呢，叫我三千欢喜叹，又个兵心强冲强，攻击诸国之战教，情抛一股小人勇，是不一退。这个四道无名，人人惊天无忧，丢下四个版图，伴随东瀛下万里，就更万里孤山。英勇天地一片无，无忧一袖不挡无。剑书一卷真无缺，剑无强火英雄图。江东江湖干戈起，武汉天下震群雄。敌国生杀随意强，我夺乾坤一掌握。精心一旦不见朽，敌强人怀地敌心。欲知新一段精彩剧情，请各位观众千万不可错过。霹雳国际多媒体最新资讯，我们就播给你。霹雳震武曲。战斗的目标有谁一方？天母，以时代再结束，以你的死开天传心顶新的魔界。无皮辽文的烈火，最终永远烧尽。